儿童玩在书房。陆先生，麦先生，半路上车坏了，又下起雨了。 送麦太太进去。香港湿的嘞，握个手都能挤出水来。是啊，上海都还不至于这样。我是嫁来这里到现在都还不习惯。哎，肖太太，我以为刮台风你不来了呢。你怎么回来了？ 雨大改约了，麦太太、朱太太，你们来了，在等肖太太呢。哎，你来了正好，我们三缺一。我还有事，你就来顶一下吧，老姨，多久没上牌桌了？易先生，易太太都发嗲了。好吧。 七万。吃，多喝。那天一起剪的料子，老易喜欢，他先上一个做的不好。还有没有熟一点的裁缝啊？倒是有一个，手艺不错，我们的旗袍、西装都在他那里做。难。哎，碰。那要不先做一套试一试？你看吧。吃。 碰，不过现在是旺季，他们都在做游客生意。嗯，不会等几个月吧？那倒不会，老主顾了吗？我可以催他赶一赶。七通，秋通，要不这样吧，等易先生有空的时候，易太太，您给我打个电话。 麦太太，我有你电话。八筒，碰，四条。过一阵子还要打折，我们可以再多看两块。易先生喜欢那种，是英国进口不打折的。是吗？6万。 呀，我是不是糊了？嗯，你今天倒手气很好，看我连自己要胡牌都不晓得，财神爷到了。